男子趴引擎盖，夫妻吵架上演飞车秀。彰化昨日傍晚，民众在路上直击了一场飞车秀，有一名男子扑在行进中的车头上，则车内另有一名女子驾驶该车辆。直击民众见状后一路跟拍，纳闷着这场飞车扑人的戏码。上面引擎盖坐了一个人。你吹了呢，伊也无爱落，真热风呢，那唔叫伊食落来，伊也无爱落车啊，伊都唔叫伊食落来啦。驶去边啊，看伊是创啊。民众车内的音乐也挺对味，原来这是夫妻在吵架，先生要阻止太太开车，但太太不愿下车，强硬开走，双方僵持不下，就成这副模样，一路开了4公里后，路人报警。终于才被警方拦下。经了解呢，该车呢驾驶及趴在车上的男子呢是夫妻关系，两人系故吵架。那男子呢，为了避免妻子外出呢不理性的动作，那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呢，所以他就趴在车上，为了要阻止太太呢开车外出。这想蛤蟆啦！我无冤家吼，无需要这么夸张啦。路人见状后都说太危险了。而这位太太也因危险驾驶被警方开出24000元罚单，想必这张高额的罚单最后还是得由先生来承担，就如直击民众车上的音乐一样。地方中心詹志源彰化报道。